大概是10年以前，我家买了第一台电脑，那时候还没有 CSGO， 也没有守望先锋，每次打开电脑不是去玩 QQ 农场就是去玩4399。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两款游戏，一个叫做泡泡战士，一个叫做跑跑卡丁车。哇，当时给我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多大的震撼。想想那段时间，每到星期五放学，我都会兴奋地跑回家，打开电脑，最死晒没啊，总在玩电脑，快点同我去死。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两款游戏，这两款游戏已经在我的视线中消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直到前几天我才突然间想起有这么两款游戏曾经在我的生活中出现过。首先第一款泡泡战士，说实话我不知道这里面我的这个账号还在不在，真的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就是连这个账号都已经忘记了。哇，我为什么没有账号啊？哇，这有点尴尬，说实话，我这个青春啊，就被他直接抹除了。Master 流，确定啊？我是不是要选一个？这个最强，好，确定。别让我开始教程 ，Oh my god！ 让我看一下，这好像没有变吧？我的印象中他好像没有变啊。这个操作为什么这么奇怪啊？看，冲过去，摁 F， 不，哎，不是吗？啊，是直接右击啊！对，哎，我的伙伴，哇 ，nice 啊！没有变，完全没有变，没错，还是原来的感觉，哇！这救到了吗？救到了吗？走吧，各位，对，还有翻滚，对，还可以往后翻滚，哇，很熟悉，哇，这是不是没有人了？我在想，准备，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他没有那个就是选择房间的这个？OK， 哇，很经典，这个地图，我仿佛回到了小学。说实话，哇，我这么难受的吗？我为什么地及时复活？我有的是这个及时复活 ，nice。Nice， 踢爆 ，Nice， 这为什么我第一次进来我就匹配到这么强一个人？哇，哇，为什么你这么牛逼啊，兄弟？你不是吧？你这么凶的吗？走。你还给我躲猫猫，我的天哪！你能再骚一点吗？我认输，好吧，我认输。溜溜球，我能溜吗？溜溜球，哇，难受的一匹。哇，这，哇，我难受的一匹。不，这不是我的真实实力啊！再开去，哇，我等了这么久终于有房间开了，我的天，这个是玩什么？我这次换了这个散弹啊，不，我的意思是霰弹啊，霰弹。然后因为大家看到了上次他这么牛逼，对不对？那我这次也拿这个霰弹 ，nice， 不，哎呀，这疏忽大意了。为什么他每次打我都能暴击，而我打他就怎么都打不到？哪有那么难受的？算了，随便打吧。
我到底在打什么？这不就结束了吗？啊，赢了，不错，这个我这打得不错啊，打得不错。说实话，我不太明白，我小学的时候怎么会玩这么复杂的游戏？哇，这什么道具战啊？又一 v 一，我当时是怎么玩的呀？我为什么现在就杀不到人了呢？这第二款跑跑卡丁车，这个可以说是 QQ 飞车的鼻祖啊！我当时是先认识了跑跑卡丁车，才认识的 QQ 飞车。当然，这个账号就很尴尬了呀。我记得当时我不是用了我的手机号来注册呀。我当时小学的时候，我哪来的手机号啊？所以我可以肯定，我小学的回忆回不去了。哇，经典，真经典！刚刚那个好像当年也是这样的吧，好像不是，我不太记得，好像没有这个开场动画。这是新版活动吧，我的意思是，对，应该是新版活动啊，当年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OK， 所以我又要注册了。OK， 这算是开始了吧。 OK， 战术摇头，这个肯定要做的吧，对不对？这个我还是基本操作我还是懂的呀。然后呢，漂移 shift， 不，这个漂移啊，他这个没有双喷的，我以为跟 QQ 飞车一样。为什么这么难开啊？哎呦，这个游戏怎么也这么难呢？哎，有那么点感觉了啊！哎，有点感觉了。哎呦，完了，全完了。全完了，哎呀，这难受啊，马飞。OK， 再来一局，最后一局，免得我又输了，这个很尴尬啊。战术摇头，能不能起始喷啊？其实有的，这可以起始喷的。这个地图好像简单一点，来，我有信心跑个前三，啊，追上这个前面的小绿。哎，这个弯有点大，但是我有氮气，不要怕，稳住，一切都还在掌握之中。我敢保证，这局我至少不是垫底，因为我发现有一个技术比我更臭。走，好，我熟悉了，可以 ，nice， 加速，好，没问题。好的，我再往前冲一名，去前三了，可以。好，来，不行，走。哎 ，nice， 好，这两个移漂的真的帅。哎呦，未完成吗？不，我要完成。是终点了，冲！就在眼前的终点。这个地图好像简单一点，来，我有信心跑个前三。玩完这两款游戏，我只能说今时不同往日啊！我实在不明白的一点是，我当年为什么能玩得这么溜，而我现在一款都玩不好呢？ OK， 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不要忘记点个顶，点个赞，投个币，充个电都是可以的。那么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法的话，请在评论下面告诉我，当然私信我也是可以的。那么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